顶多再买一只嘛。你买啊？你说省小钱花大钱，这不是你的专业吗？没有呢，哦，不会用呢。我写，叔叔。Free 呀、啊。那你先踢一顶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怎么按？趴我一下。你先踢踢这边，我才看得到。你就随便踢一个脚，管他的，你就是。你不要踢到我眉毛哎、欸！你的眉毛。对呀、啊，已经变狗啃的了。我怎么还是觉得很正常？不凉快啊！看起来是很正常啊，为什么我是觉得很正常？秃两块啊！是真的有人头发就长这么畸形？这个根本就是头长虫的那种秃两块，好吧？我拍给你看，那个我不要再想到了。那个你拍横的啦，你拍直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